以前是在那个大自然，之前我家孩子不是回去住院2个月，然后带孩子回家嘛，但是回家好几天，就是觉得他们那时候还小啊，要带回去快2个月回家就带2个月。两个月其实也很快，一下子我带回去七十天。台湾连原味都被
很。